现在时间是2021年4月14日凌晨4:30。昨天晚上已经把装备都准备好，现在要着装准备出发。穿上护腰很重要，今天腰状况不是很好，昨天晚上就很不舒服，今天闪到好一些了，那状况不是很舒服，否则的话骑整整一天的车子啊，这个负担非常重。够了，出发。腰痛到没有力，车子牵不动。在地下室，脚抬起来，单脚撑不住，跨不上去车子。再试一试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，可能要放弃。因为脚撑不住，腰太痛了。现在时间是6:40。阿姑，你要去哪？今天要去挑战什么极八点？极八点。3号是我们这个体力最好的，今天早上从新竹骑来这里汇合，你看多热情啊。对啊，多辛苦耶。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没办法，我硬撑着压撑来这边去跟你们汇合啊，不能半路绕跑。上次我们佛地瓜哈，三号也是在前一天特别去我们新竹的关圣帝君庙啊，为我们求平安符啊。这次你看哈，他也是再跑一趟，专程昨天到我们新竹的这个关圣帝君庙去拜拜。现在手头上各位看到拿了这件的黑色的 T 恤啊，这是我们三号非常用心哈。这件衣服呢，正面是这样子啊，正面是爱台湾国旗。这衣服上面你可以看到有爱台湾哈，然后有这个七八点啊，因为我这个。我现在自拍的话，镜头会反过来啊！阿姑，你姐，我来把镜头转。这个正面是我爱台湾，好，翻过来。那这个我们台湾哈，爱台湾极八点哈，极北在我们现在的位置，富贵角的灯塔，再来极准到台湾水准原点是在基隆，再来就到五岭极高啊，在最高点，极中在台湾地理中心在埔里，极西在国盛灯塔。然后再往高雄，要经过旗津过港隧道，然后旗南到鹅銮鼻的灯塔，到最后呢，三貂角是旗东，好，这样完成了台湾的八个旗点，叫做爱台湾旗八点，好，非常热情啊。那这个三号很用心哈，做的这衣服哈，他拿给我，我都有点心虚哦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同行哈。三号很用心哈，每一件衣服上面还有流水号，那他是这个三号。他说给我二号，各位知道为什么是二号吗？因为一号是他，因为用年纪来分了、啊、哈。这个我是哎、欸，用年纪来分。来来来，三号讲一下，你怎么会那么用这么贴心，想到做这个？没有呢，是几次了啊？有个纪念就好。啊，帅的不得了，这个帅的不得了，真的太有心了啊！好，谢谢三号，这件衣服把它留着，等我把它完成了以后再来穿，没有完成穿的话很心虚。镜头擦一擦，我们三位哈，三号阿姑啦，那我是明义哥哈，那现在呢，我准备目送他们出发哈。昨天刚刚发布我们先前在这里出发的佛地瓜纪录片，可是很可惜哦，今天因为我这几天腰很不舒服，今天早上起来哈，牵车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不太对劲了哈，一直刺痛，隐隐作痛，在会车的时候我单脚下来就撑不住车子了，然后在地下室哈原地就有放倒。那这样的状况就表示说肌力哈，还有背部的支撑力不够。那这样子的跑的话，会影响大家之外，你自己会危险。所以我就来这边跟我们的两位兄弟说声抱歉啊。我等一下呢，我们三位呢从这里一起出发，但是呢，我这次就可能没有办法参与这全程了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啊，再结伴同行。爱台湾极八点，我们的三号火旺阿姑哈，我是明哥，跟大家挥挥手。OK， 一路顺风，平安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加油，出发。加油！加油！
时候人真的不是铁打的哦，看到他们出发是心情有点小小的无助，而且这么漂亮的衣服哦，我也觉得拿得有点心虚。这个气候是还好，这样的气候骑车是其实是舒服的，出门的时候我就知道状况不好，可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会合哦，因为我们的阿姑是从台北骑过来还算好哈、哦，这个三号是从新竹骑过来这里，再从这里出发到基隆，这真的是超热血的哦。那我觉得一定要来这边跟他们会合、哦、也帮我们做个记录。那这个他们出发了以后呢，我变成我自己自行就是往返哈。不过我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，这个站的姿势是斜的哈、哦、如果镜头看得到的话，因为我的腰非常的酸疼啊，还是以安全为最大考量啦。人家爬山的说山永远在啊，不用急在一时把它征服哈，其实你也征服不了山哈。那骑车也是一样，骑车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危险或者不安全哈。民歌冲山小，今天哎没有办法，我没办法成行。 OK， 跟大家做个记录，谢谢。月底呢，还有一场更重要的行程，更难的一个挑战。冲山小呢，我们要从台湾的嘉义布袋港啊出发，骑水上摩托车到澎湖，三天两夜的行程。其中在5月1号呢，会有100多部的水上摩托车大会时，很期待。今天没有办法完成的7、8点，还有很多的机会哈。民意冲山小，民意哥要带大家再冲到澎湖，欢迎大家点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